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林心如在《我的男孩》中大谈姐弟恋，戏外与老公霍建华也是相差3岁的姐弟恋。她接受《艾拉》杂志专访时分享：“我一直觉得年龄不是问题，最重要的是两个人是否拥有同样的价值观，能不能互相沟通，还有这个男生的心智够不够成熟。”林心如更认为，千万不要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，每个人一定都会遇到属于你对的人，当这个人还没有出现，就好好享受你自己的单身生活吧。如今当妈后的她，似乎怀念单身时与自己相处的时光。表示结婚之后，如果又有小孩，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间会越来越少，所以活在当下很重要啊。林心如还分享现在家庭与工作的平衡方式，由于 baby 现在年纪还小，在可以的能力范围之内，我希望可以多多陪伴他，不想要错过他的成长过程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必须要放弃工作。我很幸运，我的工作是我可以控制与选择的，所以我不会把完全的时间都放在家庭上，也不会为了工作舍弃陪小孩的时间，因此现在的比重安排我都会尽量把工作安排集中在一起。比如说每次飞出去的时间尽量一周不要超过3至4天，如果可以在台北工作就更好了，可以天天回家。